哎，你们终于到了，等你们多时了。不错不错，你一个人在地，看样子我看。不知道领主大人，你对这块你的领。是的，升级农。另外，哇！那个有了加工。有了负责人后，还得再。爸爸最近忙到都快没时间吃饭了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把新来的农夫安排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看见伊莎长成大姑娘，一定会很开心。想想他，让我想想，今天的事情都做完了，要不要找谁聊聊天呢？
了升级。你们猜。我看到一个啊，我们先去。我的身体结实着呢。女人是。领主大人，你不认。当初逃难。格兰特大叔，你之前不。现在。就让领主大。对了，领主大人，我从小在海边长大，捕鱼什么的。